是就是那个林妹妹进来的时候。万岁呀，看你身体单薄，十不胜衣，却是为何？外甥女是小肚病，从未吃满时期，便吃药，倒是尽了。那丈夫何呀，为何不是好了呢？经过多少名医，终于解药。 如今正吃成这样样啊！哦，好啊，我这里真佩服你，以后叫他们多配一了，也就是了。是。